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饺子还有面包，那我开始吃了。这个是妈妈做的大饺子，这次用油炒了一下。对焦。咸香咸香的，特别好吃。前两天妈妈腰扭到了，然后她今天做了饺子，然后我还让她帮我炒一下，她一炒完就去睡觉了，我觉得她应该腰特别疼，下午跟她去趟医院。然后他帮我炒了，还帮我摆盘。这个雪媚娘之前吃过一盘，觉得特别的好吃。然后我今天去发现它有混装口味的，这个是四个口味，先吃这个。这个是榴莲的。这是菠萝的，这个是香蕉的，这个感觉要化了。这个是芒果的。但是这个芒果有点酸，不过也挺好吃的。这个是热狗卷。这个热狗特别的大，里面还有洋葱。这是纯肉肠。这个是香葱肉松卷，今天葱好像有点少，不过肉松还是挺多的。
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。里面也还有一团肉松，这是最幸福的一口。今天吃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，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